怎么搞？怎么摔了？疼吗？你说疼不疼？你摔个试试看。神经病一样的，屋里漆黑黑的一片，我差点摔死了。怎么就乌漆麻黑了？你没看到房间里有很多可爱的小蜡烛吗？这孩子奇怪呢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疯了吗？白花了，白蜡烛了，我还没死呢。什么还没死呢？刚结婚的小夫妻，生活中就应该多一点这样的浪漫，还有情趣。去，想吃我豆腐，想吃疯了吧你？小夫妻，掐指一算，总店闸是你关的，快去看看。二百五，这还要掐指一算？好了，流氓！怎么这么……那个，那太恶心。啊，你是忘了你今天回家还有作业要交？哎呀，什么作业？那个，你先把穿戴整齐了以后再跟我说话，赶紧。穿了，你别靠近我啊！小心我把你打成济公破产的。你打？你用力打！我告诉你，把我打烂了，看谁还陪你演戏，还演夫妻呢？才找人演戏呢，还不是你逼？我逼你啊！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，看你这个死样子，还……我告诉你，谁都骗不过。丁卫美的案子要不要？副总的位子争不争？就让你去换件衣服，有那么多屁话吗？才那么多屁话！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眼睛小找不着。你这种完全不走心的表演，同事都骗不过，还想骗客户？我告诉你，表演就是从外到内，再从内到外。只要你相信了，别人也就相信了。你看 ，OK 的，你很有天分啊。我到障碍物了，好烦啊！我到障碍物就大胆的跨过去啊！来，试一下。黑的有没有？你脸怎么红了？你不会害羞了吧？滚！你自己点那么多蜡烛，这空气整个都不流通了，然后空调也没有用，哪哪都不好了，我休息了。这倒搞不定，这货是不是女的？这货根本就是以练习为名调戏我，我务必要防着点。哼，防着点，防。女子防身术。性感小秀才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
亮亮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来，这早餐了，我亲手为你做的。不能。啊。多新鲜呀！自己买的还手打小票啊！这不重要，好吃最重要。 干嘛呀？我又不是残疾人，不用。别忘了，我们即将是结婚的小夫妻啊！朕已经举了很久了，你不是要我一早上起床就练臂力吗？啊？啊？啊什么？喂我啊！ 你恶不恶心？你看一眼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状态一会儿到公司啊，分分钟就穿帮了。啊？什么表情？温柔一点，人要比粥甜。再来一次。 别碰我！你再碰我就直接火化了。哪儿那么严重啊？我就想帮你把那个创可贴给摆好。别！学什么不好，学防身术，打哪儿不好非得打我脸。哎呀，好嘛好嘛，下次注意嘛。还下次？ 都歪了，啊，都不痛。OK的，没关系的。早上好。小哥美女早。哎，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“秀恩爱死得快”，所以大家都不要晒幸福哦。哪里幸福了？你看我们家健健都快流眼泪了，脸上还带着伤呢，肯定是被逼的。说不定啊，这幸福的流眼泪，他们真的是太幸福了。 能跟女神谈恋爱，肯定有很多男人会嫉妒死高总监的。嗯，我也是。你刚才把我的鼻子弄得很痛，你以后下手能不能轻一点呢？我刚才没使多大劲儿。烫死我了！娇气。来，来，来，先别喝那么烫，你也不吹一吹。你看看我来。哎，你别碰烫的东西，烫在你身，痛在我心呢。 干嘛了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好意思。嗯。亲不亲？照片。别乱穿帮了怎么办？来，有人。啊！我给你吹。我来。
我帮你吹。我帮你吹。我帮你吹。我帮你。我帮你吹。我帮你。我帮你吹了。男生应该帮女生吹，不是很对吗？那又没有关系，我帮你吹嘛。不要，我来吹了 ，OK 的。他讨厌，我会心疼的。来亲一下。亲的开心点啊。哎呀，磨个什么劲儿啊？你气什么气啊？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刚才明明在啊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太夸张了！我只想说，太过分了。那边那个动静有多大？真的。